2000年代中日年度別チーム打率トップ。2000年山崎武史3割1分1厘。2001年立浪和義2割9分2厘。2002年福留孝介3割4分3厘。2003年福留孝介3割1分3厘。2004年立浪和義3割8厘。2005年福留孝介3割2分8厘。2006年福留孝介3割5分1厘。2007年井端弘和2割9分6厘。2008年森野正彦3割2分1厘。2009年井端弘和3割6厘。2010年和田和弘3割3分9厘。2011年荒木正弘2割6分3厘。2012年大島洋平3割1分。2013年森野正彦2割8分6厘。2014年大島洋平3割1分8厘。2015年ルナ2割9分2厘。2016年大島洋平2割9分2厘。2017年大島洋平3割1分3厘。2018年ビシエド3割4分8厘。2019年ビシエド3割1分5厘。2020年大島洋平3割1分6厘。2021年大島洋平2割9分2厘。